著名英國物理學家霍金逝世，享年76歲。他被譽為是繼愛因斯坦後最傑出的物理學家，對研究宇宙現象作出重大貢獻。霍金除了專注在學術研究，亦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和對做戲有興趣，曾經客串過不少劇集和電影，改編自他人生故事的影視作品亦不計其數。